陈敏之的个人频道节目最新一集就大爆圈中的秘闻，解构艺人万岁的行规。咁我记得当年咧拍《富贵门》啦，真系好富贵，哇，劲多超红的演员啦，卢嘉啦、吕哥啦、罗可盈啦、三嫂啦、袁靓靓啦，乜都万岁噶。一定是請曬全箍人啦，全個廠啲人啦，甚至乎化妝間啦、服裝間啦，你諗下都好多人噶嘛。佢哋會去唔知邊間跑馬地嘅茶餐廳，買一啲好好味嘅蛋撻，或者係好正嘅咖啡奶茶，咁就真係幾箱幾箱咁搬入嚟，跟住就請大家食。